可以有九个点，就小小的而已。后来发现是，再来做切片检查，才发现它是良性的。提早发现，我们提早治疗。我可以讲说，我的膝盖也治愈了。到最后我才去吃这个膝盖的药，吃两个月，我真的崩溃，说天哪，个膝盖跟着我二十几年，它终于离开我了。健检报告有什么红字的地方？最近哦，对，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吃太好啦，胆固醇有点高，但是医生说不用吃油啊，又要控制饮食的。对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而且那个黑点应该没有所谓的几公分大吧？它是就是在一个定点，这样，只是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，大概有九个点，九个点，就小小的而已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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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像原子笔这样点一点而已。对，所以它切掉的大概有九成，对，然后剩一点在那边。医生就建议我说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后来发现是乳房有点钙化，那钙化再来做切片检查，然后做得更仔细，才发现它是良性的。做检查。提早发现，我们提早治疗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你根本不用担心。像，我可以讲说，我的膝盖也治愈了，因为我的工作环境真的是比较忙碌一点点，日夜颠倒。那因为拍戏的状况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很注重我的健康。的膝盖已经治愈了。对，我先治愈，膝盖是可以治愈的。哦。B 肝它有疫苗，但膝盖没有疫苗。到前两年的时候，膝盖开始有新的药的时候，是可以治愈的时候，到最后我才去吃这个膝盖的药，吃两个月。所以那时候我抱着许金川许博士，我就抱着他哭，我说我跟我的膝盖说再见了，二十几年陪伴着我，对，我二十几年做健检呐，我真的崩溃，说天哪，这个膝盖跟着我二十几年，他终于离开我了。